太极拳发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家沟始祖陈卜精武艺善拳械，为保卫桑梓，在村中设立武学社，教授子孙，开陈家沟世代习武之先河。明末清初，陈氏九世世祖陈王庭文武皆著于世，奈何社会动荡，久不得志，遂隐居乡里，潜心研究各家各派武术，教其异同，发其精要，在祖传拳术的基础上博众家之长，依据河图洛说、阴阳八卦学说，融中医经络之理、吐纳之术，创编了一套刚柔相济的新拳法。这套拳法由无极至太极，由无相而生有相，由静而动，动作以弧形和曲线为基础，具有太极的性和形，因此名为太极拳。陈家沟十四世祖陈长兴将太极拳由博归约，创造发展，并打破门规，广收徒众，使太极拳在社会上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演变为杨、吴、武、孙四大流派。新中国成立后，太极既能济急自卫，又能强身健体，尤为国家重视和提倡，太极拳成为人民喜爱、普及率最高的大众健身项目。陈氏太极拳古树逢春，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本系列陈氏太极拳由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河南省武协副主席、河南省陈氏太极拳协会执行主席、中国民间传统文化杰出传承人、陈家沟十九世太极拳第十一代嫡宗传人陈正雷大师演练。陈正雷大师，1949年五月生于太极拳发祥地河南省温县陈家沟，陈氏十九世陈氏太极拳第十一代嫡宗传人，当代中国十大武术名师，中国武术协会委员，河南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国家武术高级教练，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委员，现任河南陈氏太极拳协会执行会长，郑州陈家沟太极拳馆馆长。2006年被河南省民间文化抢救工作委员会命名为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陈正雷大师从8岁起跟随伯父著名太极拳大师陈兆丕习家传拳术，推手和刀、枪、剑、杆等器械，并研习拳理，后又随堂叔父著名太极拳大师陈兆奎继续深造，专习师祖陈发科传授下来的太极拳术、推手技巧和拳论，收两位恩师言传身教，前后达20余载。1974年至1987年，连续10多次获省太极拳剑推手比赛金牌，蝉联2届全国太极拳大赛冠军，参加并获得2届全国武术比赛特邀表演奖及观摩交流金狮奖，
有太极金刚之美誉，享誉海内外。1972年开始传拳授业，学生遍及世界各地，逾数万人。1981年开始接待前来学习太极拳的外宾团体，至今已逾数百批。1983年以来，应邀数十次出访日、美、法、意、英等20余个国家讲学传拳，并被国内外50余个武术团体评为太极拳顾问、名誉主席和名誉会长。台湾武术界曾景琦与其拳艺登峰造极，马来西亚太极拳界曾银盘称他为太极泰斗。在练功授权的同时，陈正雷大师致力于挖掘整理太极拳文化遗产，勤于笔耕，主要著作有《十段功法论》《陈氏太极拳系会宗》《陈氏太极拳养生功》《陈氏太极拳术》等。1986年还被选为焦作市政协常委，1988年当选为河南省人大代表，曾任陈家沟太极拳学校校长、平顶山太极少林武术研习院院长。1994年被评为国际太极拳大师，1995年12月当选为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他被列入《中国人物年鉴》《中国当代教育名人词典》《中国当代武术家词典》《中国民间武术家词典》《当代改革英才》《当代技术人才荟萃》和《世界名人录》等权威词书。陈氏太极推手是在练好陈氏太极拳架的基础上进行的。
禅师太极推手就是两人搭手相互缠绕，根据太极拳粘黏连随松活弹抖，不丢不顶，圆转自如，避实就虚，持巧不持力的原则，将抓拿摔踢打等基本方法融为一体，运用旁捋挤按踩裂肘靠八种方法和进别，练习全身皮肤感觉和体内感觉的灵敏性，以达到人不知我，我独知人，意在人先，趁势借力，克敌制胜的目的，是一种练习高超积极技能的方法。练习太极拳架是知己功夫，练习推手是知彼功夫，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练习推手是检验拳术功夫层次的重要标准，古拳论云，一阴九阳跟头棍，二阴八阳是散手，三阴七阳犹觉硬，四阴六阳立好手，唯有五阳并五阴，阴阳不偏称妙手，妙手一运一太极，太极一运化无有。好，下面介绍陈氏太极推手法。推手法在练好陈氏太极拳套路的基础上，达到周身协调、内外一致、一气贯通的时候，这时候可以练习两人的推手法。练套路主要是练习知己的功夫，自己掌握自己；练推手是掌握对方，也叫知彼的功夫，所以叫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推手虽然是两个人的推手方法，但是它也有单人的练习方法。单人的练习方法它又分很多种练习，所以下边就把单人的练习方法作为一个示范。行步放松，就是在心气下降、呼吸自然、气能沉到两脚的基础上，慢慢的配合手臂的上膨下捋，然后开始行步。行步就要把每一脚、一步、一脚都要把气落在脚上，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在平时走路的时候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就因为你气在上浮，没有沉于两脚，所以做这种方法也是为了在行步的过程中把气松在两脚。这是每做一个动作都要做这样一个行步放松的一个缓和动作。像我们练太极拳也是要把沉心静气、气沉丹田、降于两脚，做到下盘稳固、上姿轻灵自然、落地生根、步伐稳健的这种感觉。
好。好，在这个基础上做下一个动作，叫屈膝行步法，就两手叉腰，屈膝松胯，然后慢慢的虚实分明向前迈步行走，落地移重心再行步，一开始要慢，在慢慢慢动作的基础上做到虚实分明，落地生根，步伐稳健。这种方法叫屈膝行步，找到那种稳健的感觉以后，可以把速度加快。另外，在行走的时候，人多的话，也可以做那种穿梭型的八字形的步伐，左右旋转。好，好，可以弹腿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可每做一种，都可以做那种行步放松的方法来缓和一下，缓和一下这种步伐，然后再做到一些放松，然后把气能沉下来，然后再做下边动作。
缠腿外蹬，你就像金刚倒对提腿的时候，说有扣裆里合，然后向外蹬出去，对，对，然后换步，缠腿外蹬，这种方法是保护对方来踢你的裆部，然后先把对方的腿引空，然后缠出去，缠着对方的腿的内侧，然后蹬对方的实腿，叫缠腿外蹬。缠腿外蹬，好，放松，要行步放松，要心平气和，周身放松，气往下沉。跨步转腰，就跨大步，跨左步向左转，跨右步向右转，跨步转腰，扣膝合裆，身体和下盘要上下相合，一种跨步转腰。这个动作练好以后，主要是练裂颈。横捋脊按踩裂肘靠，裂就左右裂颈。对，这个步和动作要一致，也可以快可以慢。好，行步放松。好，停。
太极推手是以横、捋、挤、按、踩、裂、肘、靠八种方法来组合起来的，所以下边我就单独的把这八种方法再讲一下，讲一下这八种方法的用法。和第一种叫棚，棚是理解是八面支撑之力，所以它是一个圆形的八面支撑之力，所以在打手里边每一个动作它都可以产生这种棚劲儿。棚劲在应用的过程中，在打轮推手过程中向外加棚劲儿，这个一个饱满的棚力，一个饱满的棚力，这样一个棚劲，棚劲它不是往前按的劲儿，就是一个周身饱满的合力，烫，这样叫棚，这样它在按的时候，然后往外加一个棚劲儿，然后这样一个棚力。这个捋是搭着对方的手下合的力，然后在缠绕的过程中，只要搭着对方的手的时候往下合的力，顺着下捋，捋的时候就是向下走的这种力道下捋，这样一个合力，这个动作要捋下合。对，再来一次啊。好，下合的力，这要叫捋。横捋挤，好像一个以腰肌为轴的一个圆弧，咱们每个家里都有一个门，没有门转，以门转为轴心，这样一个圆弧的转动下都叫挤，所以在横捋是向外横旋转的过程中，那就叫急。这样在套路里边，是不是有左右缠绕，要斜行、撇身拳，这样左右旋转，这里边都包含有挤劲儿。挤其实里边也包含有靠的动作。这样向外横，这个就叫挤。挤的时候，这样一加速度，然后一加速度，这就用挤的旋转力，是吧？这叫挤。
按着这个动作，那就是两个人搭手以后，这合住这个力，他对方好像这样捧着，他有一种捋的感觉。他这个是他要快的话，他就变捋。这个时候，你要能合住对方的劲儿，这样一个按劲儿，按，那两手下沉，前合，然后对方他抗力的时候，你可以前带，然后这样一个按劲儿按出去，叫捧捋挤按。两手搭住对方的手臂向下合的方法，所以它里边包括有踩、拿、擒拿、捋、踩等几个方三个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好，先上右步，搭手以后结合重心移动，身体旋转向下，有一个踩合劲儿，走，好，再上步，换手，走，上步，对，结合移动重心，松胯转腰，两手臂在缠绕对方手臂的基础上，向下做一个踩拿合力下发的动作。所以它里边包含有踩拿捋下合发力一起完成的一个动作。好，做一下行步放松。刚才那种踩法，然后他还有一种踩法，就是两个人合步的时候搭着手在这里，在挺抗的时候，这往上一提，然后这个一个往下合的力，这个也叫踩啊。就是在对方刚才那个踩是这样合的，然后在这个合步的情况下，那种是顺步的踩，这个踩叫合步的踩。这样合步的情况下啊，一打力，这也叫踩，叫踩练。
也就上左步向左转，在横方向突然发力的一个完整动作。走，对，上右步向右，对，向左右横向发力，就跟刚才的跨步转腰的动作相似。练就是左右打横劲为练，好，行步放松，还有一种裂劲，踩裂肘靠，踩，刚才踩是向下踩的方法已经讲过了，裂是打左右横劲，你像这样，这上右步向右，哇，这样六裂，如果对方这个两种步伐都可以，他上这样顺步的时候，这个裂这也是向外裂的，啊，这样子和这样子，说跨这样向外裂。如果上一左步，这样和推手推到合到这里以后，这样向外边，这样一个也是一种裂。这左右一定要下沉、扣裆、松胯、转腰，跟上边的劲力是合在一起，跨的一个劲儿。叫左右裂劲，尤其是在你推手比赛里边，两个人扣裆的时候，在扣裆的时候，这个最容易用的方法，对方在进击的时候，然后你这个一转身这个裂劲，这是对方在横击你的时候，然后你突然转腰松胯，把对方的冲劲儿给他引进落空，也是一种裂劲。好，肘有很多种方法，有用平面，用侧面，用肘尖，一般在推手里边都是用平面比较多，用侧面它容易伤人，一般情况下都采取有腰拦肘和护心肘，都是用小臂的平面来击打对方，这样子在不伤人的情况下也可以把人打出去，但是你遇到歹徒在抢劫你生命遇到伤害的时候，那就不能讲面子了，那就要用侧面一招制胜。
所以下边就讲两种方法，一个是平面的摇篮轴。好，下边看一下上部击打摇篮轴。对，像打岩手红拳一样，合裆扣裆，然后转腰松胯，击打平肘。对，然后再上步，再打另一个肘，松胯，转腰，形成一个完整的合力。这叫横向的平面摇篮轴。好，平步放松。所以它的轴法有摇篮轴、顺篮轴、穿心轴、下踩轴、上挑轴、外击轴、后击轴，所以它有迎门轴、左赖轴、右赖轴等等各种轴法。轴法它是结合身法在里边体现了它身法把劲别用在肘法的各个部位的一种方法表现，所以在推手里边正常的就用两种方法。刚才叫平面的摇篮肘，下边做一下也是护心肘立肘的方法，说肘从立肘跨步向前击打，打对方的身的中线。走，放松，要行步放松，心气下降，呼吸自然。轴就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不能用侧面，侧面你要用这种啪，用这种击打的方法，穿心轴、顺篮轴，啪，然后后击轴，如果对方后抱了，
啪，这种说后击肘，这都是直接打到对方肋部的地方，这都是最容易伤害对方的。然后上挑肘，啪，这样往上挑，击打对方的下颚、咽喉、太阳。然后你看这样一挑，向后击，啪，然后这样下踩，下踩肘，然后啪，都是用这些肘尖直接致伤的一种打击对方的方法。所以在推手里边，这些肘尖的方法基本上都不用的。所以我们采取两种，用小骨红、小臂的平面在击打对方。所以这个肘法在打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这样叫左肋肘右肋肘。如果羊抬起他的手臂打对方的肋部，这都很容易把人打伤的。所以在击打对方推手的时候，打对方要贴着对方的这个手臂，这样子用这个平面打，它容易把人打出去，它也不容易把人打伤。然后这样打的时候，杀，这样一个击打的对方，啪，能把人打出去，也不容易伤人。如果不垫这个，直接打到这个肋部，这内脏容易震伤的。这一个肘法，肘，你看打这个立肘，立肘是要打对方的胸部的，胸部，但是你要往上挑，这直接用肘尖打到对方的心窝，这容易打伤。所以在这个时候，用这个小平面击打对方的胸部，这就是在两人搭手的时候，顺着这个劲儿，这也是垫着对方的手臂，这样一个打，这样一个击打。所以一定要垫着手臂，要不直接打到对方的身上，很容易伤人。所以在侧面的时候用这个平肘，如果在正面的时候用这个立肘，所以要用手臂来垫肘，这样不容易伤人。靠是短距离的，用身体的部位击打对方的都叫靠，所以它有肩靠、胸靠、背靠、胯靠等等各种靠法。靠它也分平面和侧面，用肩尖为侧面，用肩尖周围的肌肉来击打对方，它都叫平面。所以下边先讲两种方法，一个前肩靠和后肩靠。向前上步，两手放在后边，然后上步的时候打前肩靠，就突出右肩，对，再突出左肩，这叫前肩靠。好，
前肩靠，打完以后练一下后肩靠。后肩靠是用背靠，用后背击打对方的方法叫后肩靠。后肩靠可以结合这两臂向左右两侧后方后绷的方法，上步，所以向右，然后再上步向左，左右后背肩靠。这是松胯转腰，扣裆合力。好，好，放松一下。这靠呢，靠有很多种，还有左赖靠、右赖靠。右赖靠就是对方抬左手来击打我的时候，他这个右手击打的时候，我这样子一接住他的右拳，这样给他一打空，他在对方正站立不稳的时候，这突然一个唰一个肩靠，他啪了一个肩靠，在这个时候这个速度就需要很快，他啪一打腾一个连贯动作直接都过去了，叫右来靠、左来靠。左来靠是左手接过来以后，然后来打这个左靠，所以左来靠、右来靠、迎门靠、十字靠。然后迎门靠就是要打对方的胸部，是把两个手分开，然后这直接打对方的胸部，这叫迎门靠。有十字靠，就接着右手，然后他左手过来了，然后又接着左手封住他两个手，这个时候两个手都封住了怎么办，叫十字靠。这进步，进步打十字靠。所以这个用身体的方法，还有这个背靠，背靠那就是用身体的背部向后打的方法。所以等等，这个棚捋挤按踩裂肘靠，它都包含在整个推手的过程中。所以在后边讲推手动作的时候，还要再仔细的介绍。好。